第二次那一次，更奇妙的是，我都不知道卵子可以是空的。嗯，我的卵那天拿出来就是里面是空的。45岁王丽人去年和小7岁的演员林从轩登记结婚，小两口新婚4个月就在做人路上遇到了瓶颈。这件事怎么叹口气啊？12月的时候我们有试了一次人工、只要染色体有一些不 OK 的地方，那也是废掉了，20万就这样没了。哇！第二次那一次，更奇妙的是，我都不知道卵子可以是空的。嗯，我的卵那天拿出来就是里面是空的。医生永远就是会说我有瓶颈，然后他们会建议我去借卵，可是借卵那个卵不是我的。我为什么要配别人的卵跟我老公的精子在一起？我老公他其实很贴心啊，他也想要小孩，他在这个年纪，他也就说没关系，假如真的没有的话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去领养。我就不要领养。就假如没有这样子的缘分，那你一直要求的话，其实这不是很自然的。基本上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到每个月都花20万，因为那个真的钱就是那眼睛张开就没有了，对，不能刷卡都是现金，这钱这样很难赚。我一个月要赚20万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是你自己给自己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会有小孩。对啊，殊不知我突然间眼睛张开，我45岁了。这个是让我 surprise 的地方。我自己那粉红少女，可是就没有想到我已经是阿姨了。就顺其自然吧，就是因为自从疫情，其实工作上有很多东西在调整，所以就是努力的过生活。我觉得过生活真的不简单。所以现在这家店之前的疫情赔了300万那个洞。还在补，永远补不完。因为是其实这边一开始我就已经有贷企业贷款，是，然后我一开就疫情第一波，煮饭我很喜欢，可是因为我觉得人生要过生活有些比例不大对。因为我们这边私厨的模式是变成客人来一定要看到我，就是从头到尾的要看到我。天哪，我每天都在这边，你觉得我可以分身份那么多，我可以在这边做菜然后又在那边录影或者是拍戏吗？那最后演艺工作的规划？演艺工作了就回归到可以多一点曝光，让大家知道说王丽人他没有退休，沒有退休，对，因为我们做演艺人员的其实可以做一辈子都不用退休，尤其是演员，我可以演奶奶啊，是，奶奶可以演到80、90，只要我今天有体力我都 OK 啊。很开心，就是我这么久的时间就是没有很多曝光，可是大家都还记得我是谁，是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就是默默的让自己消失。假如消失赚很多钱那 OK 啦，对，